有本事通通事先讲，今天是全台湾最会送粉丝暴力的分析师，没错吧？一路讲的事情没有卖点，今天再喷历史新高，的。不好？全国第一强赚翻了哈！爱普也一样创新高一百八十五趴赚翻了。华星光一三九送大家，今天一百八十五喽。然后呢，生泉生泉箭头让你先看到，今天又是亮灯涨停，太棒太棒了哈！新的标股都会在粉丝团分享，所以呢。 先帮我做订阅，再扫描 Q R Code 加入粉丝团就 OK 了。来看证据投资票，你看，事情一二九五 A P P 给箭头赚翻了，一点七倍。然后呢，艾普买一八零，买二八五，今天四百二十八，全国第一强。再来，华星光一三九，节目免费送大家，今天一八五，又是全国第一强。还有哈、哦，生全。 这个箭头送钱行情，超强主升 A P P 三字头三十六，36, 今天又亮灯五字头了，太棒了哈、哦！我们园区最强新的翻倍标股进场的都开始获利了哈、哦，所以务必跟上哈、哦，光速把握最后买点。另外呢，投资表连小朋友看见之后都能够知道会爆喷的图，我今天再送大家一次，再给各位最强的预告，请各位锁定哦。 喜欢我的影片，觉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而且可以学到很多有用的技术分析，一定要帮我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并且接收全部哦。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点股曾经的节目哈。今天是十一月八号喽，礼拜三，台北股市呢，哇，已经收一六七四零了，有没有？ 上周万六，全国只有将将送大家暴跌，隔壁种猪的暴利。昨天还请大家解释说明教学，为什么你必须用光速把握？今天正式站上一六六九零了哈，来，投资朋友，待会我今天一样继续用心哈，全力做教学，为什么过一六六九零之后，随时会喷大长虹？另外呢，我昨天晚上已经送送大家了哈。 OTC 那一张图有没有？连小朋友看到都知道要爆喷。我待会再跟各位解释说明强化一次，你必须要霸气投资票，你一定要赶紧把握。为什么？因为你不能再迟疑。你如果再迟疑，未来喷出后，你就必须被迫去追更高。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懂意思哈？全力帮助大家，给各位最强引领的哈，来投资票。 这个是四星，今天创立历史新高，投资友，你看吓死人，来看哦，投资友，你看今，你看这今天，投资友，三六六一的四星，你看我买哪里？今天三千零四十五，我买九六三，我买一二九五，投资友，这样子才叫做滚雪球，同意吗？中间震荡时间比喷出时间多很多。 可是就是如同我所说的，花时间滚出雪球般的获利，好恭喜大家哈，一百六七十一趴了，有没有？好，四四星爱普、华星光，每一档齐涨，我节目通通事先讲，证明主升齐涨超霸气，就是最啊最大的赢家，有没有？还有是深全。 今天又喷涨停的，川湖喷涨停，秦城啊这个大涨、哦、啊，赢赚了四十七，啊四四十七块钱喽，怎么样？每一档起涨你都看见，起涨点我待会都拿这句单位复习一次，有没有？坚持主升，买主升，买起涨，幸福的赢家哈、哦，请各位一定要锁定。另外呢，同志们，待会跟各位讲哦，连小朋友看见都看得出来会爆喷的，他们，那你为什么迟疑呢？所以你必须。 摆除自己的多空的情绪你，你你要你不可以画地自限，懂我意思吗？底部就是要把握，底部要把握。待大概跟各位讲，为什么我我上礼拜跟跟各位说了哈，一万万一万八千的以上是我们的目标价，而且是最小的满足点。我大概通通会再会再跟各位讲一次，来，投资朋友有没有？上礼拜啊，万六，一万六暴跌，隔壁种助的暴利。 去年十月二十号，去年十月二十号，啊暴跌，隔壁总住着暴利之后呢，今这一次又完全验证，投资者有没有光速把握？一突破，二拉回，三攻击，必有震荡，果然震荡，震荡都是买点。你看今天，昨天一六六二四，今天一六七四零了，是不是？昨天跟各位讲说。 必须用光速把握，我连原因都跟各位据实以告，我有什么讲什么，给各位最强的技术分析的引领跟教学，没错吧？昨天讲一六六九零站上大长红，昨天都再次跟各位强化，你看今天突破一六七四零啦，朋友你知道吗？听清楚哦，在一根大长红之后，我三个月不用解盘，同不同不用解盘啦。为什么？因为。 上周先预告，用最强这么跟各位讲，一八一万八千点以上会来，懂我意思吗？全国粉丝通通都知道，就是说一旦再一根大长红，我三个月不解盘，除非等就就耐心等这个预告的数字来，再跟各位是这个规划下一步，懂意思？所以同，投保务必把握了哈。为什么？因为主升中的主升就三至三，已经上周。 一万六千零一点已经送图给大家了，我们强成这样子，那你哪有理由不暴赚？你哪有理由不跟上呢？好，没错哈，所以光速把握，投资朋友。那根大长红出现之前，光速把握最后买点。你如果真真的等验证，再一根大长红，你又垂心肝了，垂心肝，因为你又必须要付出什么追更高的代价了，懂我意思吗？哈，务必把将将。 呃呃，无私用专业爱心给各位的预告，务必要把握。你看这个四星，你看你从你今年听我的四星一百七十一趴，听我的爱普没有卖点一百八十五趴，是不是完全验证来自园区最强的产业讯息的声音？没错吧？华星光送大家都成功的获利哈，还有深全、川湖跟秦城，每一档都是如此。我们待会一档一档来来做见证，来投资票，有没有接着主人？坚持主声。 主升起长，主升起长，给我主升起长，其他不用了。投资友有没有？你邀请大家哈，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个，我帮你选出复制四星爱普的标股，那你跟着来做布局，然后呢，花时间一起来滚雪球，滚出雪球般的获利。投资朋友没有？一二九五啊，有没有？九六三不算。 光一二九五这个箭头，每个 A P P 用户被强迫买进四星，还一路爆牢，今天三千零四十五，无话可说，全国第一强，有没有？好，三千零四十五了，好，一百七十一趴来，什么爱普一八零点五，5, 你被强迫叮咚通知强迫买爱普，然后二八五，你看是不是都是大跌？ 大跌起攻起涨那个刹那，你又被强迫买进艾普。好，一八零买进，二八五买进，报到今天，投资到四百二十八，竖起大拇指吧！全国第一强，全国最会赚主升段标股的赢家就是我的会员，没错吧？所以，所以哈啊，你今年已经完全验证什么叫做真正的只做主升段标股的赢家。好，所以你现在验证认同之后呢？ 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做一个好，我帮你把四星、复制四星、爱普的标股选出来。 已经开始做布局了哦，两档通通都开始获利，一档赚二十块钱，一档今天布局收最高了，懂我意思吗？哈，务必赶紧用光速来做把握哈，园区最强的标股哈，已经帮你准备好了，赶紧跟上我，全新帮各位准备要复制四星啊，复制爱普的最强翻倍标股，好，请各位把握哈，来投资是不是老话一句，坚持主升只买七涨。 这是江老师苦练技术分析二十一年，可以带给所有散户最强的发财富能够倍增的康庄大道。同志们有没有？有没有 A P P 啊？A P P 真的是很棒一个工具哈。我们研发的 A I 这个人工智慧哈，未来会喷的通通帮你选出来。同志们有没有？这是秦晨，那么节目都公开讲，你看。 哎，欸、你看有一个分析师，呃，分析师叫江，叫这个江江，然后呢，每次都趁大跌买股票，你不是等喷出才一窝蜂去追。你看，清晨当初买一八二，好不好？一八二，买一八二，然后呢，中间不畏震荡，跟四星、跟爱普一模一样，然后今天喷了这样子了，很快又创新高了，很快会领先突破。为什么？我跟各位讲过啦、啊。 啊，双、呃、十节到上周有没有 AI？未来十年营收倍增有没有？啊、呃，风雨过后就是艳阳高照，没错吧？我是在最低点拿着园区的最强讯息跟各位分享，才都事先讲了，是不是？所以跟上将将滚雪球的赢家，再来投保这是窗户七八七，你看趁大跌跌破前低背离的买点，哈，买点买完之后一路震荡，一路震荡。一路震 放进保险箱，不卖就是不卖。你看今天，你看准备要过高了，是不是？你看这是雄心壮志。你看洗成这样子，没有被洗掉，就是真正对产业很了解，来自园区最真实的声音。AI 未来十年营收笃定倍增。那请问拉回这这个洗筹码洗完之后，它一定是机会，没错吧？是不是都验证来投保是正要？ 八字头 A P P 给箭头，九字头你才要追吗？我们已经获利出一半，没错吧？你看是不是很会买又很会卖？然后呢，投资你看红杰科啊，十一月六号前天，前天 A P P 通知红杰科，昨天可以获利出一半，有没有简单？很轻松，很简单。再来投资朋友红宝一三五点五 A P P 给箭头，叮咚通知你，所有尊荣 V I P 用户。 都有享受赖叮咚通知，就是说盘中你去忙你的事情，有标股选出来，赖会叮咚叮咚通知你，然后你赶快打开 APP 检查是否有箭头，有箭头买进，好一三五点五买，投资到一四九了，这毫无悬念，没有难度啊，是不是？好，所以请各位务必要把握哈，太强太棒太好赚，好，请你一定要拥有哈，好再来投入重头戏来的。 为什么过一六六九零 O T C 过二九点四不用解盘，好不好？为什么？因为全国粉丝通通都知道未来目标价远在一万八千点之上，有没有？你看上周六全国呃呃我们的全国最强战报有没有？通通让你先知道，来，我跟各位解释说明了哈，做这个顺便做这个教学，来，多少？我常讲哈，我的节目都充满着专业技术、良心跟爱心。 我节目就是全国做充满正能量最强的节目，再给大家哈、哦、满满的幸福的股市人生投资票，万六以下全台湾做将,将将送大家超级主升段技术图档送你，投。票你看这一张未来会用很久，这一张未来会用半年，为什么？你看哦，去年有没有？去年啊、呃，这个是呃暴跌，隔壁总的暴利，好不好？涨五波啊。 涨五波，涨半年后，它都活在五波段涨升的过程，没错吧？好了，五波涨完修正 A、B、C。那如果我的预告没错，暴跌隔壁总出的暴力，那未来是不是五波行情连喷都没有喷？我是江江，我把未来五波段节目通通各位预告，连图都透过粉丝团送给大家，没错吧？好，你看哦。 上个礼拜，我们看到去年十月二十号暴跌，隔壁主主的暴力，没错哈、哦，所以完全印证说，为什么我在上个礼拜二好暴跌，隔壁主做的暴力，十一十二月你会看到绝地大反攻的大暴赚行情，没错吧？去年是初升，那今年是主升，那主升力量应该理论上要比初升强，所以是超级主升段，没错吧？投保四千讲了，好。 你上周相信我，到昨天已经喷了七百六百点。投资者，你有没有二三法则？一突破极限，二拉回，是不是三攻击？第一次没过，第二次没过，第三次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不竭，大爆喷。我是这样子给各位讲逻辑，好，你看哦，是完全做验证。低谷很难，你看就低谷，低谷很难。 低谷是给各位积蓄能量，是不是？你听我的能量积蓄，把握住这个机会，投保。今天已经喷到哪里？今天喷到了啊，一六七四零哈。好，顺便跟各位讲一下这个 O T C 投资吧我们先讲 O T C 再讲大盘哦，来投保。你看这个 O T C，你看低股，两百一十一二一一，我画未来大长虹给各位看，永远让所有的粉丝、所有会员 A P 用户看见未来的分析师。好了。 事先预告的大长虹昨天出来的，对吧？前天出来的，是不是？来，同胞，就就这一张哈，来，同胞，来哦，好，跟各位呃讲一下，同胞来来哦，我们跟帮各位画一下这个颈线，来，同胞，这是颈，这个是,是颈线，好，同胞来哦，是不是 W 底啊？你说这个颈线过了，那、啊、请问是 W 底？来，所以各位打字哈，是不是？所以答案都很清楚了，好，给打字做个说明了哈。 好，用红色的字来做形容，头发是不是？小朋友，小朋友，好，都看得出来，这大的 W D，没错吧？是不是？这太简单了吧！你看这个逻辑，同学，你看我的逻辑。来，同学，O T C 周月转折，牵手同多扣三 D 提款机，季线已经突破，正式翻阳，三角收敛突破，W D 颈线突破。 MACD 双战法同时成立，跟这边一模一样，请问啊，不不是爆喷是什么？所以我跟我讲说，你这张图你把它多看几次，烙印在心中，连小朋友都看得出来，未来会颈线过了之后大爆喷。啊，今天收哪里？今天是不是收过二一九点四了？今天收二一九点九了，没错吧？所以他们再看一次哦，连小朋友看都看得出来，大 W 底过颈线会爆喷。 那你为什么要持盈？那你为什么要画地自线啊？这个也怕，那个也怕，一定要等到未来喷更高才胡乱追价呢？是不是？好，所以跟各位啊、呃，这个讲的很清楚了哈，务必把握，而且必须用光速来把握，没错哈。好，再来有没有？好，各位讲过了哈，再然后头整，你再来看这个有没有？季线 ODC。O 季线三角收敛 WD，所以等的牵手同多 MACD 双战法都是多，好不好？没有悬念啊，趋势已经这么清楚了，那你还在等什么呢？所以听我的，务必用光速来把握，好不再来，好，台币，哎、欸，它升值不是升四天哦，它升值是升四个月，好不好？为什么四个月？扣四高啊，好不你看哦，上周三二点三五，我们来看今天台币长什么样子。 哎、欸，今天三二点二四而已，投资边你看是不是黑黑出来的，是吧？这是一个很明确的吧？你看哦，它是扣四高，我们再重新一次哈、哦，它是扣四高的格局之下呢，未来四个月就是升值走势，什么？四个月升值走势，懂我意思吗？所以它会吸導引更多的资金重回台北股市。 就是未知，我这是为什么？为外资未来会越来越多的买超出现的底气跟原因，好，再来哈，再来，是不是？你看都已经讲了哈，是我讲的全数都命中了，全国第一强对不对？所以眼光有多远，财富就有多大哈。未来三到六个月，三之三主升中的主升哈，请各位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然后投资你再来看这个有没有？ 啊，现在是不是十一月八号？好来哦，十一月、十二月是全年份最好赚的，呃，全年表现最好的月份。为什么？园区目前资本预算明年的已经变得差不多了，也就是说已经规划时间，目前就是如火如荼展开，即将要中呃，这个画尾声的这个阶段。也就是说现在看到资本支出的人都对着明年的成长充满着很大的期待，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做梦行情啊。 某家公司它为明年资本预算哇多了三成，多了六十六趴，那请问是不是充满了期待？所以现在是最好拉股票的时间，懂我意思吗？另外呢，呃，过去台北股市有史以来十一、十二月涨的机会七成五，然后呢，美国股市一百年来每年十一、十二月。 它的年化报酬率是说超过十趴，所以投保。再配合我所说的三三三之三，投资者，你来来看这张有没有？你看为什么我是江江，我在上周一万六千一，有本事画未来是五波，投资者来看哦哈。今天最新的解盘哦哈，来投保，认真认真看好来，投资者，这个是加强股票指数，来投保，你我跟各位仔细做分析哦哈。好来，一样哦，画图给各位最强的引领，来投保，你看这个左边，投资票。 双战法翻多是不是叠加？双战法同步多是不是叠加？双战法同步多哎、欸，今天第几天？陶志刚，好吧第一天来看，打字哈，来第一天哦，很重要好，打第一次第一天好来，好，今天第一天同步多哦，哇，第一天同步多，终于让我等到来，好不检验过去，请问上，呃过去三次同步多是涨还是喷？ 是涨一天还是用喷的？同不们，用喷的，爆喷啊，爆喷啊，有没有？爆喷！所以投资朋友来，现在已经一年错失七百四十点哦，好，投志们来哦，给各位画未来的 K 棒，随时 anytime。好，anytime 会有大长红，不只是大长红，而且是爆喷。你有信心吗？ 我已经把未来都讲得很清楚哈、哦，然后再打字跟各位加强语气哈、哦，务必用光速把握来投票。均线是,是,是不是已经翻阳了？好、哦，均线翻阳哦，翻阳会有六十天的时间。好，第二个哈、哦，来，好，MACD 有没有看到？MACD 哇，双战法同多喽，同多第一天了，是不是今天是不是第一天？没错哈、哦。好，再来，好，就说。 另外呢，哎，是不是过一六六九零了？哎，过一九一六六九零月转折，扣三 D，投资朋友，请问，这是我们所熟悉的技术，我们最擅长的技术，那条件都成立，请问是不是根本没有哈？没有呃理由不暴赚了哈？没有理由不暴赚,赚，懂我意思吗？我讲的都是真的，我讲的都是呃依据我最强的技术。 啊、呃，给各位推演，呃，这推，呃，这个推演出来的结论哈、哦，所以投资者这是大长虹啊，随时 Anytime 会有大长虹，不管有没有拉回，未来都是大长虹。那重点来了，你等到大长虹之后怎么办？你必须付出更高的买进成本，懂我意思吗？你说为什么？我昨天讲，你必须光速把握。你看我讲都是符合逻辑。 而且前后都可以对应，前后都可以验证，所以务必跟上哈。我是江江，我苦练技术分析二十一年，我苦练到这种程度，懂我意思吗？你看精准无比哈，所以请各位务必要把握了哈。好，有没有？今天已经直播节目，真的值得你重复看三次，有没有？另外，你看这个扣三 D 头吗？一定要学会。你看大盘扣三 D 来跟各位补充，来投资要，投了是不是？ 一六六九零，90, 今天收一六七四零，是突破了。好，突破后，那请问是不是扣三 D？这里扣三 D，喷五个月，长趋势喷五个月，所以投资朋友，未来三个月你知道吗？我不用解盘了，不用解大盘了，因为就是往上，懂意思哈？所以投出来哦。所以这个扣三 D，你要你一定要学会，所有会员都可以在官网学会来投资哦。 华星光扣三 D，未来扣三 D，提款机一定喷一三九点五。同们回想一下，你有这个全国最强的预告技术，一三九买华星光，那今天一百八十五。未来是扣三 D，是提款机，是送钱行情，今天完全验证。 所以哈，你非学不可哈，因为对你一辈子哈会有很大的帮助，有没有？另外，请各位务必听江江的，把主升起涨第一天啊，这件事情做到最好，来，对么？升泉三六点四，同胞，今天你做何感想？五零点一呀，三六点四，你看到升权，对不对？箭头今天五零点一呀，是不是？你是追三十六还是买？你是买三十六还是买今天五十点一？ 你要当哪一种赢家，请你自己做决定。我是江江，我给你最棒的旗主升旗长的技术，再来投保，来验证哦哈。来，昨天，看昨天盖牌有一档是瑞阳，投投投是不是箭头？你看是不是昨天跟我讲十啊这个底部十三周的底部投票是不是？昨天一四零，你昨天可以买一四零，今天一五二可以减买一半。 没错吧？太太强，太呃太厉害了。我们看到昨天一四零，今天一五三，是不是太简单了，毫无悬念？也就是说，坚持主升，只做主升，买齐涨，那你就负责暴赚。所以，各位一定要把握哈。A P P 会给你未来会喷出的标股投不你看这个华晨，一点八倍啊。好，四星哦，今天创历史新高，三零四五的，一百七十一帕。 爱普买一八零，买二八五，五四百二十八了，没错哈、哦。光这几档就打遍天下无敌手，全国第一强了，没错哈、哦。而且一路讲，从年初讲到现在，没错哈、哦。所以 A P P 一证明太强太好赚，请各位一定要拥有哈、哦。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我帮你做的事情是把复制四星爱普的标股选出来的，已经买进了，已经获利的，还没跟上的，用光速把握了哈、哦。 坚持主升，中国起涨，真的验证千百次，可以改变散户的一生。务必把握，同我头再讲一次，十一、十二月最好赚的月份，你没有理由不暴赚。这是再加,加上我江老师一路跟各位讲的这个技术技术分析的教学，底部很明显，随时会有大长虹，不要等大长虹出现才追。哈、啊，梦想需要你的霸气参与就可以实现了。哈，三到六个月。 主升中的主升，这是人生难得哈、啊，大概要经过三四年啊，甚至更长五到六年才会出现一次三至三，懂我意思吗？黄金翻身的大暴赚行情，你没有理由不参与哈，光速把握最后买点了哈，园区最强标股已经进场，两档都进场，两档都开始获利了哈，那全新的标股 A P P 明天会选出来。 选出来，我会发讯息通知你做买进哈、哦，所以霸气跟上明天的全新箭头主升标股了哈、哦，来的留言或者是零八零零六六八零八五来电做咨询就 OK 了。那节目最后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分享哦，祝各位操盘顺利，拜拜。喜欢我的影片，觉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而且可以学到很多有用的技术分析，一定要帮我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并且接收全部哦。 证券投顾：零八零零六六八零八五。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